很大的意義啦，因為這首歌是我們休團之後第一首歌啦，派台的。那這首歌得到好成績，很多象徵意義代表著啦，就是因為這首歌代表一個共同信念，就是放在一起力量會大一點的，是的。那然後很享受四個在台上面可以唱歌了，終於到在個台上唱歌了，講了這麼久終於可以唱歌了。那還有多謝那麼多個 DJ 啦，由年頭開始播到年尾，所以先有這個十大的獎啦，是的，是的。你有什麼要講？哇，多謝香港人啦，香港人喜歡這首歌，這首歌做給香港人聽。是我有想過即係嗰個再想一啲咩獎，你哋覺得希望再有機會上台咁樣咧？即係可能唱一首歌咁樣，可能唱多第二首咁樣咧。希望啦。因為我們是一個組合來的嘛，應該即是組合獎啦，如果是希望競逐到組合獎，競逐緊組合獎嘅，咁希望有成績啦，係啦，咁但係都等陣話俾你聽啊，我唔知啊，而家女歌手，女歌手，我哋女歌手，女歌手，如果俾女歌手，我哋就好驚喜啦，真係，咁啊，當然希望可以再上台啦，咁啊，但係任何獎項都係一個 bonus， 我由 day one 開始，未頒獎禮開始都係講呢樣嘢啦，咁啊，希望有機會上台的時候，可以再一次多謝一些重要的人啦，我哋一些後台人物啦等等咁樣。咁今次你哋集合咧，都話即係阿簡，即係可能呢幾年可能都即係合作上面係啦。當然會啦，因為我哋幾個或者唔止我哋幾個啦，好多人都面對住離別啦、離開啦咁樣，我哋自己都唔例外。咁我哋有啲重要嘅人物都會嚟即將嚟緊香港啦。咁唔緊要嘅，而家科技好發達嘅，係啦，即係我哋可以視像，可以擺個心度，同埋或者就係我哋憑歌記憶啦，係啦。反而想宣傳一下嘅。其實近排歌迷做了很多應援啦，咁緊啱啱有一個新的我會形容為深度文化的應援啦。咁啊，佢哋就揾咗唔同嘅文化界嘅人，做了一個我哋咁多年嚟12張專輯的一個文化展覽。咁啊大家如果喜歡我哋嘅歌，又或者喜歡咁多年嚟阿簡為我哋做嘅每一個音樂 project， 可以去呢個嘅展覽去睇一睇，因為入邊是關於那個題材叫做 Sea All Star 時代紀錄者，咁大家可以花啲時間去睇下呢個嘅展覽啦，可以上我哋 IG 睇到個地址啊，係啊，thank you。